常的是我们爱的小天使，我们也给我们一个热情的掌声。他们将引领我们今天的新娘跟新郎一起进场。好，那我们掌声不要停哦。有看到我们的新娘也进场了吗？我们上台不要害羞，跟我们大家挥挥手。伟娟带着一个新人，走向红地毯，也准备迎接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站。现场气氛非常浪漫，非常温馨。相信现在的爸爸心中一定非常舍不得哦。但是小女孩长大了，采集在对的时刻遇见对的人，这人就是伟轩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先请爸爸把采集的手交到我们的伟轩手上。哇，现场嘉宾是给我们新人爸爸一个热情的掌声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新人在对的时刻遇见对的人，那个人就要走向人生另外一个开始。我们这些男女主角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为他们的幸福做见证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一辈子的。也请我们新人慢慢走向红地毯，登上我们的幸福舞台。Thank you.